OK， 呢個四個杯一度代表我哋嘅身體，呢度有三種水，我哋睇邊一個水係分子團細，可以幫滲透力強，幫我哋排多啲毒，同埋帶多啲營養去我哋嘅細胞嗰度。呢、这、一個係 body green tea 呢、这、一個。嗱，我攞呢個茶包係因為呢、这個茶包係代表我哋嘅身體。呢度入邊呢一個茶粉咧，佢又係代表嗰啲毒素響我哋嘅身體。如果嗰個水分子團細咧，佢可以排多啲毒出嚟。我哋點知透著嘅色水，我哋嘅睇到佢嘅深色啲，就係排毒多啲，容易啲咯，滲透力強咯。嗱，呢一個係水喉水，佢分子團大，好艱難幫我哋排毒。嗱，呢一個係還原水，哇！你睇到冇？佢滲透力強，幫我哋排毒多啲。而家睇呢一個蒸餾水啦，佢嘅工作，佢亦都係滲好大團，好艱難幫我哋排毒。再睇次呢一個還原水嘅工作啦，睇到冇？佢滲透力強，排毒多啲。OK， 而家我哋有吸睇到冇呢一個水去滲透力強排毒，同普通水嚟比係排毒容易啲多啲。而家我哋有食保健品，我哋吸收營養係重要噶嘛，啱冇？我哋有主食，如果係用呢、这、一個醫療器材的水來煮食，大家差不多一樣啦。OK， 如果是講我哋煮食，我哋食保健品用普通水，看到冇？如果我哋煮食，我哋食保健品用呢一個多功能的醫療器材嘅水，看到冇？熱倒熱心啊，知做咩冇？知點解冇？是因為透著它的色水，我們比較它的滲透力更加強，它的吸收能力更加強，它的排毒能力排更加多毒素向我們的身體。所以是因為這個水分子團這麼小，我們喝到不要脹肚，不要水腫。